1927年春，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取得了节节胜利。反动军阀在北伐军气势如虹的进攻面前纷纷溃败，全国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占领上海，蒋介石同帝国在古城西安的北院门原市政府大院里，曾经有一个开办于1927年2月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大革命时期军官。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让这个学校的学员队编成一个旅，准备开到河南去。这个时候，中共善以省委支司这个学校和政治保卫队改编为一个旅，由史克轩担任旅长，把部队开到陕北去。从咱们西安的草滩乘船到了临潼，弃船登岸，准备通过扶贫啊前往陕北。在向扶贫的军阀钱生村劫道的过程中，钱生村突然逮捕了史克轩，并予以杀害。所以这个时候，部队就由徐全忠来带领，转战到了商洛三总。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土地革命战争序幕。大革命失败以后啊，蒋介石国民党开始大量的屠杀这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群众，这对我们共产党的来说呢，震动太大了。你杀害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要反抗啊！所以南昌起义为什么说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第一枪呢？就是这个原因。一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刚刚建立，没有派代表出席这一次会议。在会议结束以后，陕西省委派他的常委、组织部长李自周前往武汉，听取了中央关于八七会议精神，带回了八七会议的文件。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也就是我们历史上常讲的926扩大会议。926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
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等九项决议。在农民斗争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把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地作为党在陕西的特别主要任务。随后不久，陕西便爆发了由唐树、李向秀、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加上起义部队势单力薄等多方面的原因，在遭到反动派血腥镇压之后失败。广州起义是1927年的12月，在广州起义之前两个月，啊，陕西的发动了这个清涧起义，啊，而且一开始呢，这个规模还是挺大的，很顺利的，很成功的。但是到后来呢，在国民党这个强大的这个武装力量的这个镇压下，这个起义还是失败了，部队呢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唐树呢，在领导了这么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失败以后，并没有灰心。啊，他又和这个刘志丹呐，这个等同志一起，啊，在这个党组织的领导下呢，啊，在这个渭南华县地区，啊，又筹划啊，组织一次大的武装暴动、武装起义。在总结了前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陕西省委根据《农民斗争决议案》文件精神，进一步积极加紧开展农村工作，准备在渭化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1928年春，渭南爆发了229宣化事件。渭南县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共渭南县委所在地渭南中学，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员、校长王文忠和教员季月亭。陕西省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了赤水职中及渭南中学等学校，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摧毁了共产党领导的高唐民团，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在渭化一带的组织和力量。慈善的这国民党军队对渭化地区进行全面的镇压，渭化两岸的所有学校都给枪毙了。这是因为那些学校都是当时党组织活动的据点，不能公开活动了。它是属于这样的对象，你只能搞几项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各地的原来成立的农民协会，必备的就是解散的解散，转至几项转至几项。这就是当时从渭化地区去黑云阳城成渝村这种配置控股之下。为了适应斗争需要，中共渭南化县五一县委及时改变策略，将斗争从学校转移到农村，广大党团员深入到农村，发动群众，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3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立从上海返回，带回了中央抄转给许全忠旅党组织的一封指示信。信中提到旅委目前工作要点为肃清内部，发展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并就许旅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给予指示。其第一条为
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是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决定，以渭南、华县、武夷、华阴、临潼为陕东暴动区，组织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中共陕东特委，派省委常委刘继增担任书记。1928年4月，在过去的东阳乡药王洞成立了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机构简称陕东特委。4月6日，他在这个药王洞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制定了陕东区特别委员会行动计划大纲，这个大纲就是渭化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刘继增他召开那个陕东特委那个大会时候，我村参加了4名同志，一个叫个蓝世才，一个叫个王永楼，一个叫个耿世汉，另外一个叫个杨国栋。当时提前参加了以后，动员了好多骨干力量跟着他们。老师，现在动员和那些骨干力量现在已经不太联系了。当时渭化起义那个过程中，蒋春有好几个烈士的，记得流传下来第3个烈士都在渭化革命中阵亡了。在洛南县城东南45公里处的三药司，原名黄家村，今名三药镇。根据陕西省洛南县地名志记载，其地北望文陵，南通武关，东抵卢氏，以险要居衡而得名。1928年4月初，陕东特委书记刘继增来到驻扎在洛南三药司的许全忠旅，传达了省委决议，要求许旅脱离军阀部队，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先后将刘志丹、唐树、谢子长、连义民、李大德等同志派往许旅，同时省委还从地方抽调许多党团员到许旅工作，使许旅的党组织有了相应的发展。旅委会下辖的党支部发展到18个，党员增加到165名。这时候东特委就决定从渭化地区抽调了20-30名党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到洛南县三药司许全忠旅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许全忠派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李大德护送受训人员返回渭化地区后，陕东特委决定将3张民团、崇宁杨郭区赤卫队和渭化地区分散的农民武装合编为陕东赤卫队，归特委直接领导，任命冯养浩为党支部书记，李大德为队长，农民骨干薛自爽担任副队长，驻地选在渭南东原南端的塔山。工作环境恶化时，中共渭南县委机关也曾移驻那里工作，塔山成为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4月底，陕军将领岳维俊、李虎臣等人乘驻陕西的国民军主力离陕迎击直鲁联军之际，二次发动了倒冯战争。中共陕西省委认为，军阀混战，
为卫化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时机，指示陕东特委立即举行起义，同时指示许全忠旅开往卫化地区，配合农民起义建立卫化根据地。许旅党委立即决定派共产党员雷天祥率领教导营80多人先期赶赴卫化地区，一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风暴，在关中平原东部如同狂飙一般席卷而来。1928年5月1日，中共陕东特委和渭南县委组织农民群众在渭南县崇宁镇举行暴动，卫化起义正式拉开战幕。崇宁地区1000多农民捣毁了国民政府的区公所，在崇宁镇老爷庙戏台前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了崇宁区苏维埃政府。紧接着，赤水镇、杨郭镇、高塘镇、东王村相继召开暴动大会，摧毁了基层反动政权，处决了反动分子，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府。许旅党委在讨论省委的指示时发生意见分歧，没有执行直接参加卫化起义的指示，而是于5月7日将部队由岭口开赴潼关。唐树、刘志会在高塘会馆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着的。刘志丹、唐树、刘继正等人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志丹当时在讲话的时候，大家记得很清楚。刘志丹说：“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要想不受穷，就得起来闹革命。”大会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会和司令部住在高塘镇东南的高塘小学内。一年前，师生们为纪念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地面上用青砖铺就的巨幅标语就在午间厅门前。这是高塘小学和古堆的小学的学生，在这个校长李文军和陈树山的领导下，知道了李大钊在北京遇害之后，在这个高塘小学的院内就号召学生从咱这个建友河里捡来这个鹅卵石，用青砖铺了10个字，他做县里的县学前进这10个字，再加了这个鹅卵石加以减罪，后面三个感叹号。这是咱27年的时候。到了28年的时候，刘志丹和这个唐树把这个高塘小学作为了卫化起义的一个司令部，为了鼓舞士气嘛，他就这个标语的前面又加了5个大字，就是同志们赶快踏着县里的县学前进啊。在这个卫化起义失败之后啊，刘志丹带着他的警卫员准备撤离这个司令部的时候，就命令他的警卫人员用黄土把这个15个大字就掩埋了。掩埋了以后，这一埋就是20多年，直到1949年的时候，全国解放以后，人们才继续换上面的黄土，
才让这一幅鼓舞人心的标语重见前世。陕东特委决定，刘志丹任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树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政治委员刘继增、参谋长王太吉、政治部主任连义民、参谋主任高克林、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全忠、财政经济委员杨晓初，总司令部下设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亚生，第二大队长谢子长，第三大队长武丕摩，第四大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长张汉全，骑兵分队长许全忠，全军近千人。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在人民军队中设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当天发布了公告：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要在工农革命军里边设立政治委员。但是南方的红军一直沿用了北伐战争时期在部队设立党代表的制度，一直到了1930年左右，才在红军里边设立了政治委员。用这个布告的原件，大家可以看出，我们文化起义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就在1928年五月就设立了政治委员。这个布告的书写人就是王尚德。文化起义过程当中，我爷爷主要是做宣传鼓动工作，所以包括革命军的这个告示呀、宣言呀，这些都是我爷爷起草，因为他毕竟是个文化人，所以都是他亲笔在那起草。他现在档案里头还有很多他亲笔书信的这些东西。欢大会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地主豪绅、地方官吏望风而逃，反动政府土崩瓦解，红色区域内黑恶势力一扫而光。工农革命军与陕东赤卫队相互配合，很快将绘画起义推向了高潮，形成了以化县高唐、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化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大众，终于挺直了腰杆，翻身当家，做了自己的主人。